我哋今日咧就会坐呢架飞机就去冯塔阿尔纳斯。大家好啊，我而家喺 San Diego 嘅飞机场，呢个系 domestic 嘅圣地亚哥嘅内陆航班。咁、那个机场咧，我哋就会喺呢一度咧就坐两个半钟头飞机去到世界最南边嘅城市，叫做 Punta Arenas， 冯塔阿雷纳斯。咁呢個地方咧，大概有唔夠160,000人口啦，就係、是、位於世界最南嘅城市。咁佢係屬於智利嘅。你要去南極咧，就必須會喺呢個地方。咁去到呢個地方嘅時候咧，咁亦都要坐一程內陸嘅飛機咧，就係、是、用一個比較細啲嘅飛機啦，就係、是、軍用嘅飛機。咁就去 George Island。咁因為嗰條跑道比較窄啦嚇。咁同埋我哋面對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未必一定去到南極嘅，因為如果有大風雪啊，或者天氣惡劣啊，架飛機唔可以升降 landing 咧，咁你就可能會延遲一日兩日咁。咁如果延多幾日咧，就可能會取消嗰、那個航班噶咯喎嚇，即係未必一定啊去到南極嘅。所以咧，我哋係抱住一個平常嘅心態。逢塔阿雷諾斯咧，咁到咗之後咧。我哋要坐多大概一個半至兩個鐘頭飛機咧，就去到呢個 George Island。咁呢個佐治半島咧，呢、這個 George Island 咧，係要用一個軍用嘅飛機，比較細啲嘅，幾十人坐嘅啫。咁啊，到咗之後咧，我哋就會由 George Island 嗰度咧，就上呢架遊輪。呢、這個遊輪咧就堪稱世界其中一艘係最豪華嘅遊輪。呢艘遊輪嘅名咧就叫做 Silver Endeavour。如果大家想了解呢一艘遊輪，上網查一下啦 ，Silver Endeavour。咁呢艘遊輪咧就堪稱目前世界上咧其中一艘最豪華噶啦。咁我咧就會去呢一艘遊輪咧嗰度住幾日嘅。咁啊，其實咧而家咧你話呢一隻遊輪咧嗰啲飛都賣曬噶啦，好爆啊！咁啊個價錢咧比我之前訂好似係升咗一倍都唔止噶啦，而家呢個遊輪。咁啊，所以咧就今次我哋呢個南極之旅咧，可以話過五關斬六將，由香港坐咗三程飛機去咗聖地牙哥之後咧，再要而家嚇由呢一度啊聖地牙哥再飛去 Punta Arenas， 咁去到之後再要 stay 一晚住一晚，再要坐多程飛機就去 George Island， 去咗 George Island。再去到呢個世界最大嘅遊輪，最豪華嘅遊輪 Silver Endeavour， 哇！真係，即係你要坐五程飛機先上到個遊輪。上到個遊輪之後咧，我哋會有一啲駁艇就會上南極嘅，因為南極咧佢係冇一個實地嘅嚇，就係唔會有土地嘅。OK， 全部都係喺浮喺海上邊嘅冰川。全部都是冰嚟嘅，冇陸地嘅。咁我哋咧就要咧就遊輪嗰度咧就上一架駁艇，就去到南極嘅陸地。去到陸地嗰度咧，我哋先至會有機會見到企鵝。咁啊，能唔能見到鯨魚咧？咁有啲網友話俾我聽，呢幾日就有，但係咧如果真係再過多幾日咧，係咪尾水咧就真係唔知，未必一定見到鯨魚。咁啊，期待呢次嘅旅程真係過五關斬六將。正所謂有今生啊，冇來世嚇。而家咧係南極嘅夏天，亦都係旺季。咁啊，去到三月咧，冬天就唔開放噶啦，因為太凍。所以而家夏季咧就好多人去南極嘅。好啦，因為咧我每一日嘅時間都用到盡曬，剪唔到片啦。我好多喺呢個聖地亞哥嘅舊城區啊、古世界文化遺產啊、好多海邊啊嗰啲片，我完全冇時間整理。淨係做咗條直播片啦，喺尋晚咁，咁而家今朝又趕飛機啦，所以WiFi 又唔係成日得啦嚇，咁所以咧就容許我有陣時咧就 update 唔到當地嗰啲風景好靚嚇，就睇唔到大家。咁我有時間我就想辦法再剪下，再俾大家睇下，好唔好啊 ？OK， 今日喺機場報道就咁多先，多謝，拜拜 ，Let's go， 好啦好啦。你先走吧，哦，没关系。好，谢谢。谢谢。为什么？你朋友在。哦，谢谢你。从哪里过来？我从美国过来，但是我家里面一个福建来的。哦。
爷从国内来的。国内？对。哪里？广东。哇，你们是旅行团吗？还是？广东、香港。哦。对的，你们去那个苏菲尔德法吗？啊哈。我们是团友哎。哦，嗨。可以想见吗？可以啊。这个非常难才来到，你知道？是吗？哇，我们要坐五次飞机才可以上到那个船。哇。你们也是啊？嗯，对，他蛮难的，30个小时吧。你还要去 George Island？ 演员啊吗？对。演。香港很多很多是上面，很多香港人。结团我们20几个人吧。哇。这是我们红包在。这个安亲，我们12月那么快初才定的。哦哦，刚刚开放了。对、yeah, 啊对对对。好 ，Nice day。我们香港同胞。呀呀，广东香港。哇哦，一定要说香港。Excuse me, can I see your boarding pass? Boarding pass, boarding pass。你们呢？我们去杭州。杭州了。杭州的姑娘是最美的，杭州姑娘是最美的。我们认识过，你们是我的啊，你们二周了呀？你们三个人。我还是很感动的，听到广东是香港，他是美国。当然是广东香港啦。哇哦！今天是个柏林的事。你们提前多久？提前3天了，我们等。感谢的 ，OK。格拉西，格拉西。Yes, very good。今天是个柏林。好了，咁我哋坐2.5小时飞机就会到达目的地。Galaxy, hola hola, Galaxy, let's go。好，嚟到呢个 Punta Venus 系世界最南边嘅城市，喺智利嘅。我哋呢一度咧就會住一晚咧，咁啊聽日咧就會去呢一個 King George Island。Okay, let's go. The monument of Hernando Magallanes in the middle of two Aborigines, and now you know they're Patagonas, a mermaid.And some great feature of the expedition of Fernando de Magallanes, okay, arrival. You can walk around the main square. You are going to see the European architecture in the buildings. It's a very nice place to walk. And from your hotel, 来到 Punta Venus 呢一个就系世界最南部嘅城市。咁而家咧，我就开门先，因为咧佢条锁匙咧。OK， 嚟到咧，大家见到咧，哦，佢咧就有一对鞋，有件褛，有个背囊写住 Silver Sea 嘅，就去上南极嘅。咁啊，呢度哇好靓喎，呢度嗰个景。咁我今晚就会住喺呢度。Yeah。